家好，我是魔丸，今天当然要来进行死亡暴龙丛林战斗式样的抽奖。等待了一个月，相信大家呢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到底呢是谁可以来抽中这只死亡暴龙。那在抽奖开始之前呢，魔丸还是要先跟大家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呢喜欢魔丸的影片，喜欢魔丸自己所改造的机体。其实魔丸当初对于改造机体也非常的犹豫啦，怕大家对于改造系列的兴趣就没有这么的大，但是呢看完这一次的留言呢，其实还蛮多人是想要自己来尝试看看的。最多的留言呢，大部分都是希望魔丸来进行一个喷涂的教学嘛。目前在网络上的相关资讯其实算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魔丸其实也有考虑呢要来进行这样子的简单的介绍啦，也不会到非常的专业，可能就是一集呢来教大家如何来做一个简单的喷涂、简单的上色。好了，那再回到呢我们的抽奖影片啦，一样在这边呢，魔丸是已经把这个抽选系统的网站开好了，画面的部分呢魔丸稍微调整一下好了，这样子应该比较清楚一点。那首先呢我们要先回到呢 YouTube 这边，先复制我们的连结，好，那在这边贴上 OK。 那抽奖的关键字这边魔丸有说过，如果大家怕呢自己打错字到留言的这个地方，魔丸都是从这边呢直接复制的，所以呢你也可以直接从这边复制，然后去留言的地方贴上，这样子呢就是一定不会错的。好，那最后一个我们要抽选的人数就是一人，来看一下呢是谁中奖吧。嘿，恭喜曾大，这个应该是本名吧，恭喜你抽中呢这一次我们1000订阅的死亡暴咯。魔丸也是小时候没有钱呢收五大巨兽，现在呢是想要收，但是价钱真的也非常非常的高，魔丸也还在等待机会慢慢存钱，慢慢把它收回来，如果之后有收齐的话呢也会来跟大家进行开箱进行介绍。没有抽到的朋友也不要难过，魔丸还是老话一句，之后呢还是会来进行洛伊德相关的改造，当然呢，抽奖活动也是少不了的，详细的领奖方式可以透过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呢来跟魔丸进行联系，或者是 IG 的粉丝页呢也是可以透过私讯的方式呢来联系。那由于这次的金额呢算是比较高一些的，之前呢魔丸有要求过要有三个的截图，跟魔丸联系的时候呢也记得把这三个截图传给魔丸，跟魔丸确认完身份之后呢，魔丸就会把这次的机体给寄出去啦。还有一个小小的寄送问题，就是这一次的盒组呢因为是比较大的，如果呢魔丸用电到电寄出，就是魔丸自己会付运费那把它寄出去，但是呢就是没有盒子的说明书跟驾驶呢还是会附赠给你，如果你有想要盒子呢，魔丸是可以帮你寄邮局的，但是呢邮资的费用可能就要麻烦你负担，因为运费的部分呢可能会稍微高一点，那没有关系，之后你跟魔丸联系呢再来讨论想要的寄送方式就可以了。同一个时间的抽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大家应该忘记了，就是战斗陀螺的这一个抽奖活动，但是呢这个是没有人参加的，所以呢这个礼物就留到下次有机会呢再来把它送出去好了。下一次的抽奖活动呢就定在2000订阅，没有错，2000订阅达成之后呢魔丸就会再来进行呢改造机体的抽奖活动，之后有推出什么样的机体，魔丸再来跟大家讨论呢要来进行哪一支的抽奖，或者是做什么样子的改造都不太一定啦，就看最新的机体出到哪里我们就来进行抽奖。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之后还是有机会可以抽到魔丸改造的洛伊德机体，下一次呢虽然是定在2000订阅的时候来进行抽奖，但是呢在这段期间如果魔丸有发现什么不错的玩具呢，可能也会来进行小小的抽奖活动，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要持续关注魔丸的影片，有喜欢的话呢再来订阅呢魔丸的频道，魔丸也会更加的努力啦来拍摄呢更多不同类型的玩具系列。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咯，拜拜。